整理商业手术，在策略方面，我们要了解消费者，了解市场，了解对手，也要了解自己。那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划分市场，如何锁定特定的消费族群，接着决定呈现自家公司的优势的方法。接着我们透过四 P 的行销组合，让消费者选择自家公司的产品。在战术方面，以行销策略为前提，策划实战策略，包含如何进行业务活动，如何选择交易模式，如何做好物流管理，如何做好售后服务，接着要发掘是否有继续贩售的机会。